你觉得我们结婚八年以来，婚姻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完整的家庭、事业，虽然说以前也不是做那个农业的，但是现在也干了八年了，里面有酸甜苦辣，什么东西都尝完了，我觉得，但是还会继续的、不断的，然后去走下去。那这八年你又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贤内助，就是我的老公。我还得到了两个非常可爱的也很烧脑细胞的娃儿，当然呢还成长了一个很强大的团队，我们整个团队已经有80多号人了吧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，就好像孩子在一天一天的成长，他的积累，他的知识储备量也越来越多。所以这八年以来，我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员工，感谢我们所有的花友，我们所有热爱花的人，我们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、共同的方向，聚集到一起，认识了大家，是我们此生最珍贵的一件事情。都快八周年，电信谢谢你们的陪伴，八周年生日快乐！10月15号到18号，大家一定要来哦！可可的花园，实现你的花园梦想。好，谢谢大家。